大家好，我是老刘啊，今天我又来奔海了。首先说，奔海他们家呢，480块钱一个，这个品质是真的好，包括这个三文鱼的品质啊，都能看得出来啊，真的是很好啊，很好。波士顿龙虾不限量，先排了一个小青龙啊，哎，把肉给卸下来了，嘿。这个扇贝好大呀，真的好大，黑的给它掐出去啊，给它掐出去。哎，不要，看看好多的芥末是吧？来吧，吃个鹅肝缓一下。这个虾也真的都挺大的，你要说我花了500块对吧，来这块吃一顿，那我觉着我还是能接受的啊，还挺好，少沾一点，少沾点儿。哇，很紧。这个是刚才拿的那个雪蟹的腿儿，哎，肉还是挺多的，哎呀，不错，这八扇贝吃的是真的开心，真的真的。刚才的咬住肉掉的，说我老刘你怎么总拿手呢？这玩意儿那你不拿手怎么办嘛？继续，就整一个看，干干净净。哎，他家这太辣了。烤了两个鹅肝，我刚才又去拿了海胆的饺子，哇，这里面的海胆给的好多呀！哎，新鲜的，哎呀，哎，好肥啊！这个好，这个吧，就是人吧可以歇，锅不要歇，它一直在吐泡泡，弄得我都不忍心吃它了。我决定下一锅把它整了，让它再多活一会儿。我真的是太善良了，是吧？找一个小锅把它给洗干净了，要不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泥沙。它有多大呢？这个是饮料啊，这个是它，就感慨特别的棒。这个波龙啊，其实吧，它蒸的不好吃，还得是煮麻辣锅好吃，涮麻辣。凉椰子真爽，我拿过来没吃都有点干了。这个是熬虾的串，太年轻了，竟然给我扒出来了。大家猜这串熬虾得多少钱？它这个熬虾不小啊，挺大的。你看啊，这个三文鱼，这个就属于好的，有鸡尖纹理，就是说白的，然后黄的里面也有些白的，就是说吃这个我们还得主打一个串串啊。先来这个，先来一个，这个真的是太好了，哇，真的感觉真的开心啊，开心。嘴巴有限，没吃进去。男人必须对自己狠一些。这串是甜香，我突然间想起个事儿，你们说就这个啊，咱把它蒸了它能好吃吗？就给它做熟了，我们把这个蒸出鸭试试，蒸熟了看。哇，别说他家的酸梅汤还是酸渣汁挺好。这个给你吧，大摇柱。奔海家这个海鲜的品质真是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饮料底儿跟包子差不多大。
哇，好甜呐、啊！它是甜的，刚才剩的那个边儿，咬住边边。我很爱你，我让你多活了好一会儿，知道吧？再见吧，没有用了。他家这个饮料挺好喝，我挺喜欢的。突然一直在排队呀、啊，我成功排到过一次，他们人太多了。来两个鹅肝，这个鹅肝就没人排，只有我一个。你看还活着呢。给你压心脏，压完了。哎呀呀呀！真吓人，太残忍了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嗯，是这边人好多，我也是排了点就不排了。我媳妇最爱的大樱桃，看到了吧？它这里面有蓝莓，还有一些雪蟹，但是好像没啥人吃。火腿拿一块尝尝，还行，还个北京烤鸭卷儿。谢谢。鸭酱三万多钱的，一根肉分开了，还挺好。怎么样？挺好吃。今天五二幺，我们就不多拍了，跟我媳妇约会。这是刚才蒸熟的虾串，脆脆的，有点面，也挺好吃，但是好像生了更好吃一样。它不要蒸熟了吃，发面噎得慌。我一直在考虑，你说在咱们的生态圈里，把苍蝇还有蚊子都干死了，对吧？它会有什么影响呢？啊，我就考虑这个事儿。行了，兄弟们，再见吧。今天吧，五二幺，我们俩就说邀会，就少录一天吧。嗯，就吃就完事儿了。再见，兄弟们。沈阳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别忘了告诉我。然后呢，老刘呢会过去拍的啊、哦，兄弟们。拜拜，我走了。